在台湾来讲，即兴剧都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一个表演形式。那即兴剧本来它的特质就是有 高度的跟观众的互动。对于就是小朋友们，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天马行空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，是在即兴剧的这样演出，发现小朋友的反应都很好。每次我们丢出点子，或是多丢出他们参与的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他们的回应都很强烈。许多不同的形式，有吟诗，有唱歌，有演戏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一切我们的表演都没有事先的先排练，都是即兴的。那即兴没有准备的要怎么演呢？我需要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，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完成。我会呢，在演出之前呢，请各位观众朋友呢提供给我一个建议。从你所提供的建议，让我们作为灵感素材来即兴的发挥，非常的好玩。蟑螂、蜻蜓、蚂蚁，哎，海瓜，好，非常好。那再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提供给我第二个什么种类？北极，
马来西亚好好多好多，大家很多地方大家都想去。那我们接受北极这个建议好了，现在天气冷嘛，我们就来冷到一个境界，我们来看看在北极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。小花啊，又快过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好多朋友来北极来找我们呢。今年啊，北极的冬天特别的冷。Sing about it。北极我也没有什么怕呀。
很不好。爸爸，2000万不是我们这些小金沙还有那两箱槟榔可以还的。李伯伯，既然你也爱赌博，不如再赌一次。好，咱们就再一个提议不错。因为我爸爸2000万可能还不了，我跟你再赌一次。好。我说主持人，你就赶快来做个比赛吧！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哎，各位啊，上面你们现在看到是各有100份还没包好的啊。Single ballot， 规则讲一讲吧。谢谢你，好啦。